小心别弄出森林大火！师叔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听到烧起来的声音了吧？ 你要学习，快加刀！推翻救主人的时候到了，又来了，闻到你了。 兄弟会将获得胜利。你竟敢惹我！
闻到你了。 都需要棺材。又闻到了，暴风城，一步步迈向灭亡。 有人在那里吗？没有，那里没人。我们会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你要学习换个角度。 苏醒吧，为你的王而战。
兄弟会将获得胜利。是说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我去，闻到了什么？的声音了吧？是走狗。竟敢惹我！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你竟敢惹我！有人在那里吧？没有，那里没人。
有人在那里吗？没有，那里没人。正在加快接案，看清楚我的牌。我快受不了了。该点什么菜好呢？我的计算正确无误。绝对的恐惧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快选择。啊！
无用的肉体。你竟敢惹我！小子德雷利会发出任何一颗宝石。快选，快选择。气流撼头法。谁做吧，无用的肉！你竟敢惹我！有人在那里吗？没有，那里没人。这种痛苦持续太久了，我快受不了了。Lightning!暴风城会一步步迈向灭亡。天真十里，你们准备好老鬼了吗？
有人在那里吧？没有，那里没人。声音了吧？匕首，兄弟会将获得胜利。是说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你的愿望就是你的境遇。发现野兽，
有人在那里吧？没有，那里没人。等等，我有灵感了。起来的声音了吧？小鬼，照我的画作！我的匕首，真是互相丢失了。自然只会为我停留。